各位同学，请尽快就坐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各位同学，我们这节课由我们政治局委员长蔡才远委员长来带来演讲哈，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喂喂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非常之好，大家拢有精神哈，天气热，但是呢，心静自然凉，把心静下来。但是我那讲的，我足激动哦，我激动啊！激动哦，就热起来，所以我今日无穿西装吼，你看。本来上课爱穿西装，我必须要讲吼，第今仔咱人高级班人济，我讲话我那较激动吼，吼啊！都规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烟就穿起来吼，都规拢流汗了，所以。今天不穿西装哈，是，所以他那啉一嘴迄个凉的吼，把它降温啦，哦降温，伊个天气真热吼，我用这个白色之恋啦，来去看这恋不是恋爱哈，哦这是恋呢，用血的恋呢哈。咱食牛奶粉，迄炼炼乳有无？迄牛奶粉甲炼炼甲变炼乳。啊，较早来看迄个小说吼，神话讲炼丹呐，有无？迄、那个炼丹呢，迄是用讲迄落雷炼的，啊炼炼甲变一丸迄落，乌鸡丸啊，迄个仙丹吼，啊炼丹用去炼呐。啊，阮即个炼呢？是伫咧国民党戒严时代时咯，用阮身躯咧练的啦。哦，啊，你知影吼，迄看偌严重吼、哦。所以你看我伫到十五档吼，吼、哦，就是阮用身躯伫遐练啦。啊，咱台湾民主过美国政府的时阵吼、哦，美国政府伊咧法院吼，初先甲阮判讲。咱台湾呐、啊，到十几年来，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呢。哇、哦，这政治炼狱吼，去炼吼，有无吼？来去炼呢？在政治炼狱之中吼，咱是生活者呢。你话你国民党戒严，啊，甲进来小巷，啊，进来咧选举拢买拢买票，啊，票咧监管扣掉了，甲来贪污，啊，这贪污咱老百姓袂记起来咧，摕五百，摕了袂记起来啊。在四档内底吼，哦，一个连一大堆啊！啊，要选举啊，我过来咧买票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就是拢生活伫这种关系。必须我慢慢讲，在座咧上课吼，有较早迄落收到迄落买票的迄落无？哦哇，三分之一以上拢举手了，就表示伊阵啊有接受这个买票。这是真恶质的文化，真歹的文化，你讲啦。而咱老百姓的。一说金钱，阿来发发咧，阿即卖了，你投好，阿一个人个人啊，个个人收瓜啦。所以咱台湾哦，其实伫全世界哦，全世界所有生活会当品质甲国民条件咱三名来，你知影无？咱伊个台湾的必须你得讲哦，要甲建造成一个啦，一个水师，啊，一个是教廷，一个就是台湾。咱台湾其实有迄个足够的条件呐，但是无多咧。和国民党来遮占领的时阵吼，因把中国遐恶质的文化拢带台湾来。啊，所以咱老一辈人知影，但是咧无奈啊，新的一辈好伫遐伫咧教育。我讲，咱台湾是美丽之岛，迄是上早的时阵吼，伫底咧迄个葡萄牙。葡萄牙吼，伊个舰队啊，经过咱台湾海峡的时阵呐，吼、哦、各位，白色主任含咱台湾人进来是有其他关系啦吼、哦，
所以我用一段时间呢，讲一段我们的近代史，含咱相关的哦，啊，故意来小块了解一下。同个西班牙舰队，无唔是个葡萄牙，结果当海劫的时候讲，哦，啊个靠我那遐水的一个迄个所在了，对啦，伊就来讲哦，福尔摩沙，哦，福尔摩沙，伊个是哪呢？迄个里哈福尔摩沙，哦，遐那水的美丽之岛安尼哦，但因为即句话。了，伊伫欧洲伫传教伊的难，以后拢叫福尔摩沙，叫福尔摩沙。伊上早是葡萄牙，因经过这台湾海峡就是讲的。但老实讲，葡萄牙迄阵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吼，是全世界真强的国家了，对啦。尤其是迄个葡萄牙加西班牙，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，十七世纪是迄个荷兰，十八世纪是英国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年代来，恁消化一个概念爱清楚吼。那讲迄阵来荷兰的时咯，一个是西班牙的安那呢，的属地，你知无？迄个荷兰呐，伊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以后的时，伊争取独立的时咯，争取偌久呢？就八十几冬呢，较脱离迄个西班牙。但感觉你来读迄个尼哥是种奇怪。啊！但是迄个时阵，西班牙伊来占据咱淡水城，啊，荷兰呢为啥为台南遐登陆？嗯，啊，伊那是个属地是安怎呢？两个币对立的。但迄阵啊，一方面伊扩展伊个贸易，啊，一方面呢，伊要争取脱离西班牙，所以到尾也是呢，经过十几冬的时，应该脱离西班牙。但讲西班牙迄阵啊，伊征服到迄落啥啊？迄落美洲遐个人，所以把美洲遐足侪遐物产哦，伊带转来伫澳洲啦。澳洲了是因为因个西班牙啊个荷兰先后来咱台湾的时阵吼，把一寡物件嗯啊个移过来遮。咱即摆回想奇怪，即个物件留到即阵，咱继续有咧讲诶，搁有咧用诶。你不要成功，因为占那地干吼，因为炸啥呢？炸火那会，火那会你知吼？火柴嘛，吼啊！即马都会进步，无迄种火那会啊。那进步拢用迄个赖打吼。而且火那会是因火那咧用迄个火，所以继续咱这个名称也滴。啊，火那油，火那油哪一边炸过来？搁就火那姜啦，诶，火那咧用迄个姜哦，搁袂歹，搁香吼。啊，这环球的神吼，迄辣椒其实也是伫美洲，因去将我美洲了的神哦，把一挂种，就番辣椒啦，啊，迄落啥棉花啦，搁啥呢？搁落迄落番薯吼，甘薯番薯哦。其实番薯咱讲是番薯，番啊咧食迄个字，番薯啊，伊个到尾咱台湾这个形吼，哎，有成迄个一条番薯，你知？啊，所以咱即摆讲迄个番薯吼，其实番啊咧用番薯啊。啊！你番薯的番薯用来的，哥有当吼，咱即马吼上，到我即阵那是阿哥安那呢？你讲的话啦，咱咧用个阿蒙土有无？迄个阿蒙啊咧用个土啊，有够好诶！按即马讲讲个水泥啊，啊！你新的年代只少年人讲水泥啊，其实伊阮即个呢吼，你讲阿哥是讲阿蒙土，我老爸讲水泥，我讲只阿蒙土啦。迄个是阿蒙啊，是人哦，因炸来当作迄个土有够好用的啊，所以较近那是要用阿蒙土这个名词一直留落来呢哦。所以咱讲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，含咱台湾拢有足密切的关系滴个吼。稍等，我来看这些白色字典的部分吼。太远去了，这有机会带来讲我各位听吼，你看嘛。这洪山交来所人吼，成都情报局、保密局，这今仔无时间通讲遮啦。吼，这报叫南所啦，有安溪、新店、绿岛、新生即来遮，我伫这绿岛即个所在遮，吼伊遐读册啦。啊，即即间大学读有学校，读甲无学校啊？就是阮伫遐读个啊，读甲即嘛无学校啊。哦，啊，过来即个所在，即若土城吼，恁若住伫新北市个土城。诶，人吼，恁来记去看卖，这个所在四四方方，当初李敖阿含蛮做官底下，就土城叫做啥呢？
仁爱教育实验所，简单叫做仁教所。哦，啊，迄个偏教授伊两个学生啊，迄个魏廷朝甲迄个谢聪明了无？甲李敖，阮迄时阵拢管理即个所在遮啦。啊，李敖，阮哩立倒倒转来立在遮吼，叫恁看者。我即我以前的迄、那个做过民进党的，啊，很出奇。我个人也是还阁是资深的民进党员，但为虾米开始参加咱台民政府？稍等的时阵吼，我拄着问题，我会甲各位讲吼。我做过咱迄个宗教，就是迄个太祖爷吼，咱高雄全台湾上大间的太祖爷迄个宫吼。例如插政治，然后呢，阁插宗教。你把如果一个人完全甲咧插迄个政治，无迄个宗教的观念的心咯，会变成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会你也甲咧生活在镁光灯以掌声的中就对了，你会单溺于这种生活的对。但你要插宗教了心吼，你就会以怎么样呢？迄个万民苍生之念，你的思维方面也稍微来改变了。所以同我插迄个、迄个宗教团体了时阵呢，那是讲这个思维方面有做很大的改变。这个中间一直参加民进党在抗争啊，在抗争上外来的政权，外来的政权什么呢？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，就是去原来呢。迄个共产党挂出去，然后无路通伊移到咱遮来，啊，算咱台湾作歹运。所以我的讲是，跟我们台湾前途何去何从有相当的关系。所以我必须甲各位讲，咱的近代史用真短时间我了解了。咱和西班牙有这个关系，有无？一六二六甲数字这个伫淡水啦，这个即马阿门城个地啊。阿门城的，个另外那是荷兰，拢奇怪啊！迄个时阵咯，一个荷兰，一个是西班牙属地哦。伊要争取独立哦，但是对外硬咧扩展，所以这西班牙加迄个荷兰，因安那咧第一个时阵，因咧舰队是个，尤其西班牙叫做无敌舰队啊。但这个名称有无？甲最近迄个踢卡球无？这个无敌舰队用踢点名啊！他点名吼，无极舰队吼，而且咧荷兰的时代，我听他讲哦，这两时代咱真紧就甲跳过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，这个四百年来历史，其实咱那讲是咯，迄阵啊啦，迄、那个一五四四年的时阵，大致呢都四百七十冬啊，所以咱讲用四百年史哦，较简单来讲，其实是四百七十冬就对了。噶即阵啦，因我叔叔啊，今年都要2014，都要470当了吼。我过来有无？郑成功因的登陆就把荷兰赶走。吼、哦，我用较简单讲吼。啊，然后呢，迄阵啊，1684，咱台湾甲澎湖就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内底。但到了后，伊的叫咱呢，那是做一个伊的殖民地就对了吼。迄阵啊，规定啥呢？中国人甲台湾未带啥呢？未来娶某囝，啊！即摆大家过想啊，奇怪！你清朝规定迄阵啊，中国人来台湾未当娶某囝，吼、哦！啊，而且伊个啦，个海禁，海禁的是沿海哦，规律内底拢未使带人，伊惊人偷渡嘞。啊，即摆是很奇怪，按着不能西进，哎、欸，啊，而且咱只后世吼，拢毋知安那补出来，你讲啦吼。我来想讲，咱真吼，迄个无验的 DNA 啦，迄个一个李教授无，伊叫迄个马街吼，伊副院长讲验咩 DNA， 佮验咩讲，伊其中有印度血统的 DNA 啦，哎，惊起来看印度啊，富里卡遮来啊，哇，即摆你也推算讲的是喏，迄个时阵，荷兰个西班牙底下伊个扩展为台湾做一个基地啊。做什么基地？一个贸易的基地，所以今仔形成了一个东印度公司啊。荷兰时阵哦，拢有含起来这个来往嘛，有可能遐个人来你这来吃啊，
所以咱各位话，你头毛奇怪，较会红红红个红个吼，目睭会小绿绿啊。迄落荷包荷荷咱个西班牙血统滴个就对啦。所以各位讲，哎，咱毋是干乌头毛尔，你干啦？所以阮高雄一个小姐吼，规个皮肤白色色啦，啊，头毛佫佫迄落白金个啦。我奇怪，哎，这安怎靠去透着证个？到尾研究啊，真正透着证个就对啊。啊，咱迄个姓是为了个隔代哦。不是我这代生了一代呢，那叫隔代遗传。所以咱的 DNA 基因吼，我追溯，那个李教授会讲，吼，那呢我追到我的祖妈遐伊啊呢，祖公个起一代啊，安尼才对得着，靠那个印度的血统的对了吼。所以咱各位来地仙宫来的时阵，郑成功一过来。啊，迄、那个和清朝纳入版图了吼，有一寡就是啥呢？迄、那个汉人为啷偷渡过来？啊，含当地啥呢？当地被捕捉的原住民，但那大龙直直过来的时阵吼，逼着伊俩呢发生抵抗。那从迄个当初是英国，迄、那个五月会有无？遐清教徒啥伊美国信了，含当地红番。哦，就是即马印第安发生真大冲突啊！但咱这种比较原住民吼，脑筋拢较灵巧，所以拢把当地原住民吼灌灌灌啊，这个熟啊，熟了是嘛？你咧换咧灌伊的时阵吼，大概用一个保护迄、那个少数民族的保护了。这纽西兰迄毛利人迄哪时啊？啊，咱台湾这个所在。这原住民的是，咱为人哩平埔好好诶，哦，咱即来遮归来先吼，哦，当然啦，咱的先民发生迄个下面烧怕烧着的这吼，咱已经无咧印象啊。但是阮哩细汉的时吼，一个听着争甲对争头了，所以有各所在弄个宋钢钉有无？迄宋钢钉就是咱在咧保卫咱的家乡社郡。啊、所以咧成立吼，成立咧宋江镇，搭建阿个地个，啊，你咧想讲应该为啥要成立这个？啊，各所在拢开了武馆，啊，武馆咧学功夫啊，因为较早迄阵也是也无讲像即卖穿啊，你功夫偌好啊，我一个穿个短个，你就好势啊，你讲。但迄阵也是，你功夫好个时吼，就一个人会当对付几落个人吼，尤其对付遐土匪啊，含咱七星有关系，就是1994，搭建多120当前，今年也说到九五年，我各位，九五年就是咱台湾命运的关键的迄当，大清帝国因为战书把咱台湾平和永久挂号大日本帝国的皇帝，唔是挂号日本政府哦，咱即摆。你读的是拢挂号日本吼，挂号日本政府。其实正讲的是讲爱挂号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吼。啊，所以以前啊，咱台湾，咱的祖先的庙就是呢挂号人了先吼，那无征求咱祖先的同意呢，吼，好人就好人啊，大好人的心引起足些冲突，所以原住民的心因原来大。都不是清朝咧管的啊，伊是台湾的西部尔。咱话可能在江苏有讲到吼，迄阵来台湾围起来一个潭娘啊，就是西部也袂为淡薄咧，淡薄遐遐其实日原住民因清朝遐咧管无着啦。所以规个挂号日本的时阵哦，迄阵啊对外是安那讲呢？台湾这个所在是男无义，女无情啊。鸟不语，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呀、啊！咱看来这是个笨色地，无人用地是个挂号人伊啦。所以你也想讲，迄个时阵挂号人一百日当后，今仔日当因中国继承的就对啦，继承因中国迄个清国的落来的时阵，伊讲咱台湾是伊的啦。当初咧挂的时阵无征求咱的同意，当咱的祖先日子啦。努力打拼开垦，然后建立这个台湾，这个迄落，甲这个场面出来。即摆伊讲，啊嘿，迄原来啦，各位，你心应该放吗？
因为最近那个学运吼，咱这辈科啊，这囡仔吼，嘿，因跳出来呢。因跳出来是老实讲，伫国民党教育内底时吼，老实讲，很看来袂做起来哩个啦。尤其咱民进党是咱本土党人支持出来政党，你无法度对抗伊啊，因为你牙手牙脚拢输伊啊，所以你无法度真无奈时阵啦，这囡仔跳出来啊。所以我的批判这些囡仔从啥物，我拜托的，这些囡仔是咱未来的栋梁。有咱这批囡仔是咱感觉足骄傲，你知影无？那无因主动，真早就过啊。但是即摆动会过未？咱唔知道。这个服贸吼，甲自由经济贸易这样，看起表面看起是袂歹啊，啊咱来自由贸易啊。但你应该了解一点哦。这个自由贸易不是这个马英九对我讲的，讲嗯，你要看，咱有迄个麦当劳几百啦，咱有肯德基几百啦，咱当然无什么影响啊。各位，伊记起了咧，肯德基加迄个麦当劳几百是增加咱台湾的工作呢。你全台湾的时哦，一千间的时，咱有几万人的工作单位呢。伊记起了咧，但是中国伊这个服贸几百时哦。伊毋是互你入这个工作单位呢，应该你带人过来，尤其看因的公司过来。所以各位大家做清楚，迄、那个福茂你五十亿底下时喏，为头看阿尾了对啦。你甲看头前阿边袂记住啦，你看阿边头前袂记住你呀。迄种文字意思，迄、那个是互你看咧中国人该做个生计啦。所以无怪即个是台北即带囡仔妹妹叫做是呐。我开五 A 佮加 A 加 A 的时喏，唔值得人作文一个好势啦。你佮想看麦，迄、那个作文遐呾重要吗？恁台课作文以后当生活呾食饭吗？这个真显然，中国人是了要你注重这个国文啦。最后一个真好优秀的囡仔是，咱是爱吼呾自由启发。你爱研究啥？你爱读啥？你爱趣味啥？国民党教育内底，即摆咱职业校该看做粪扫，结果咱咧伫海外即来遮，为什么要请外国人来迄落？啊，请中国人来做干部？嗯，啊你，咱都无培养咧职业的即个技术人才啊，你都看见咧乌手的啊。咱较早读职业校是真发展的时阵，不要一大路有头路啊。乌手帮乌手，我都唔免为着生活来咧担忧啊。但即摆职业校伫咧互看无，吼、哦，大拢读。大学咧读足嚣摆啦，大学出来一大堆无头路啊！啊，搁个政府，国民党个政府一直来咧贷款呐，所以你毕业的时呢，毕业啥呢？你毕业就失业，啊，搁要紧，搁负债。所以咱台湾政府的时候，其中一条真大的政策，啰嗦一下八十几万学生个，甲国民党政府贷款去读册呢。台民主成立了的时候，加所有的都下面都免纳。这是属实做会到的。为什么国民党的时候贪官作贼的时候，伊无管你的生活，就因准备薄我的款款。北京讲迄个款细腻啦，细腻在吼，啊细腻咱有听无信咯。迄个较大项的无要款呢，迄烫书吼，吼，迄个啥呢？迄别多好无咧款迄啦。啊对啦，还叫做细腻啦，都拍呢对不？你来看电影才来吼，薄我用的。迄、那个小薄话内底了，就所谓的财产，迄叫细腻啦。啊，歹就准备要走吼。啊，所以台湾人不甘心吼，所以咧各位，你若讲了解咱的近代史，啊，甲看到眼前这些吼，真正真感叹。所以我谈到特别讲起来，即咱遐主题，遐学院迄搭遐些哦，出来真正讲咱台湾有五万，咱台湾还够救。有这辈去那看有，伊看袂出台湾的希望在哪里，因为将来在哪里，所以这辈去那跳出来。所以跳出来不是甲讲，因即卖咩，要用司法要甲追杀，大变惊啦。伊个追杀袂了，因为咧功利在啊啦，在社会在人心啦。我想伊要坚定啦。当初我哩伊立到这了，是因为讲我要。拍破这个不公不义的监管，
今仔因跳出来遮，无像阮呢，阮一判就判十外冬呢。啊，因爸你干呐？所以老实讲，我袂替遮囡仔有啥物担心啦。吼、哦，因为遮囡仔因的表现，老实讲，各位在座，我今仔无安尼详细讲吼，恁可能无啥清楚。我简单讲咧，伊咧胡骂内底吼，内藏玄机啦，互恁看无。老实讲，民进党作决心咯，啊，拢敷衍敷衍，啊，反对啦，反对啦。你老实讲，一项一项该通过，你有通过；无该通过，你敢叫伊来说明这啦，爱改来改。你有一个讲呢，你投资20万美金啦，合计等于代表600万啦。20万的美金，你先公司，你无规定讲，你20万，你若定了，你袂使震动哦，你也无那规定啦。所以，比如讲，我20万少少来设公司了，我只20万转互伊啦。伊20万啊，佮少少佮出来设公司啦。我公司了，现在20万佮转再互伊啦。啊，即嘛伊佮伊设设佮就公司啦。迄20万都咧过来过去啦。各位你来想，有道理吗？所以用这种方式，佮另外一样呢，迄、那个750万呢，你会当七个人是咪？七个人就公司吼，啊，以后这些人呢？要移亲啦，哦，命中足济啊啦，要移亲啦，阿爸紧呢？伊即马这人的心哦，讲来，我中国的公司需要恁这人去斗下手，阿该调去。阿即马呢，因中国遐该调来，阿即马遮该调去。你顶个人换血，你知影无？按来政府有人咧抗议，民进党抗议，无啦，这个公司的行为啊。这咱管袂到啊，因为公司私人公司家己搁要调动的啊。各位，你敢有想到这吗？所以无甲中部一个政治会想伊安怎讲呢？胡茂赶快签啦！伊签了之后，我们可以过去，他们过来，我们来来去去就统一啦。哦，还讲得足顺呢。啊，这政治会想伊都看有你啦。迄、那个顶个阿扁啊，讲了动算掉吼，会血流成河迄个人啊。所以我们讲明，应该恁就知伫中部啦。你政治会想，伊就知影咧插伊即个安那咧，胡茂内底玄机内底无人甲压出来。但是咱这学生的时阵吼，伊甲讲啥呢？讲会使要签啊紧，咱的国对国啦。要来签会成呢？啊，这都毋是一个国，人迄边是一个国，你这都毋是一个国，迄、那个国是咱对内内底咧骗人的啊。啊，所以变来咱公布咧，所以当然黑箱作业啊。伊会签讲。咱咧家己咧签买土地也好，买厝也好啦，买物件也好啦，甲方甲乙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咪算伊啊甲方那只乙方嘛，啊无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也写呢吗？也讲中华民国103年吗？有可能安尼吗？都无可能啊！所以遐拢见不得人嘛。所以讲黑箱作业，你用啥物名言人签的？你用啥物尼格他们签的？你是国对国，伊就袂使讲是，你硬要逼伊讲。啊，所以恁个霸占伫外面好啊，我即卖你了 OK 啊，我就上班了，要甲恁起诉，要甲恁处分啊。迄是唔对呢，唔是只那唔对呢。囡仔顶着要保护你的国，虽然这中华民国是无国，啊，唔是咱的国，但只囡仔呢，伫教育内底时无做起嘛呢，爱讲个国家嘛。像马英九，我甲今年也未看到人吼。马英九甲日本呛声啦，落来甲国立博物馆，你甲啥台北博物馆袂使，讲也无心吼。要呐，要办书会赢啦，袂用伫遐展览嘛，有无？即个啦，我甲今如今也无时间咧看电视啦。哦，伊表现咧真有气魄咧，一奇怪。但是你讲伊中国大陆的心吼，中国遐，你看唔讲个国力呀？对着中国，你咧弄伊。哦、我改成对日本打仗的，改成做有欺骗，所以真显然嘛。你中国内底，你对中国，人知影你不是一个公嘛。我一个海基会当处长过来，恁就破破塌塌，你知影无？恁的旗也就唱唱起来啊！要好参观后边遐孙中山国旗拢拆拆起来啊！迄是咱老百姓唔知影，伊个侮辱咱，有遐一票的人支持。迄、那个中华民国国虽然这新主牌啊，伊都唔敢保护，保护袂好势啊。所以咱老百姓真戆啊。所以我讲这个胡茂这个心吼，
因那场选举的时候，民进党也无逼出来。你讲这所有版本，你讲公布，你民进党的版本是啥？卖或者电视你也看拢好个，你知嘛？因为咱都无能看到的版本是啥。国民党的因台的变，我讲，啊，这民进党版本啊，大同小异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讲大同小异。啊，我咱三无到底你民进党版本是啥？你用用出来嘛？因为这个看你脸上呢，咱整个基层的哦，中下层的。诶，民生你知影无？唔是讲肯德基、麦当劳落来增加咱的职业诶，啊，咱本来炸鸡排，换一个口味，吼、哦，来食咧肯德基的看无同，就有一个比较有咧竞争，伊那唔是呢？遐个人是要夺出咱的头路的呢，唔是增加咱就业机会呢？所以这才是咱的重伤力啊！咱真着是看你这大家，我讲一个啦，咱啊，迄个美容的啦。我讲诶，甲小姐剃一个头，整理一个头，剩300块啦。伊你配合个啦，我100落去啊，免长时间那里要共道去啊啦。所有服务业连土工啊业，因都买。世界有安尼吗？迄能维持咱国内最基本的中下阶层的迄个内需啦。咱毋是咱要争取好，遐大企业家咧讲诶，讲啊若无咱经济倒，咧讲笑话呢啊。咱较早无从中国来往的时哦，咱当然是硬卡巴啊。咱一个含伊来往了的时哦，咱不但卡巴连卡底都无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今仔台各位有机会来上这到民政府的课程哦。虽然各位的讲师讲的无同啦，来总归一点的时哦，大家确认。中华民国是走路的政权，迄是无代无是美国的时阵哦，伊二次大战迄个越岛攻击的时阵跳过咱台湾，所以咱台湾名卡呢呢，伊伫硫磺岛迄边遐的时阵，含遐日本人咧拼甲生死哦。阮去年，阮教会去了，咱咧参拜咱台民政府伫美国华盛顿 DC 遐一个。向全世界宣布，咱台民政府用台湾民政府的美国 USMG 下卡台民政府要走入国际社会啊！哦，我哩咧记者会啊，我了去参观哦，有一个迄个缩像缩掉的吼，五六个美军哦，演起美国机啊，迄个硫磺岛啦，因底下战略战况非常惨烈，所以因啊纪念遐美军呐，安尼罕见呢。穿护膜的遐啦，你来看有一个穿护膜的，迄阵遐吼，就是罕见的。啊，那印尼机器人哦，迄个硫磺岛。所以美国是感觉讲，一个攻击的岛的时阵，我若一块岛一块岛来攻哦，哇，我美国唔来要死偌济，啊，马紧呢，佮人数唔来要死偌济，佮时间佮拖延呢。所以考虑到台湾，这个台湾遐那大的时阵哦，如果那日子来在肉搏战咧吃拼啦，安尼美军就只担任几落个月。啊，思想阁唔知啊，规矩安那呢？我侵杀侵王啦，我直接跳过安那，跳过台湾哦，攻打迄个日本的门口顶去啦，对对呢，我见到啊，所以把台湾这个跳过了，命运煞都改变了呢。伊到尾时啦，为什么？伊当然对咱台湾作威胁，伊看到因伫迄个珍珠港，或者事件了的时阵吼，因伫菲律宾要基地啊，结果遐基地。和日本的迄个飞机炸个明白嘛？你讲奇怪，你日本遐个飞来个菲律宾的时，我当然炸个明白嘛。我来发现，拢为台湾起飞啦。看到个美国较重视这個台湾，讲奇怪啊！这个看起来伫地图看起来，都太平洋一带啊，娘啊，是安那？吼，把迄个菲律宾遐所基地拢拉个明白，把整个印尼啊、小强拢为咱台湾起飞。我来得呢。拢一个半日九十几，拢台湾人，高山族特别多，所以叫义勇军，遐铁骨带、特工队啦，何必个惊着你咋？所以美国是到尾也是讲，嘿，卖咱台湾只车饼，所以规日拢跳过，用啥？用美日搞安尼轰炸，过去要那咱呢，是没有印象无？是美日搞轰炸，好，好对。嘿，拢到来吼，对。诶，喏，
迄较早阮叫做五百磅的吼，五百起落迄啦吼来炸。啊，所以呢，为了告白讲啊，讲二次大战哦，我唔知影讲啊，咧日本来敢轰炸，啊日本咱家己无搞咧轰炸，啊搞袂清楚是美国甲咱轰炸。你话从我一九四空，我一九四空也算日本囡仔呢，但是呢，英格兰是过来个啷个盖，一九四六是过啷个盖过啊。所以我讲是咱当面了，美国因为跳过，迄叫做越岛攻击军事上的了。麦克塞讲，对。来攻击了屋企那湾，所以咱台湾是甲今仔日，和一直咧讲讲啥呢？迄个丘吉尔、蒋介石甲罗斯福，因伫就伫在开罗，迄阵来1943嘛，当咧战争中呢，因伫咧讲啊，讲好，啊那战煞日本投降了的时阵吼，无台湾啊配合吼，因为大清帝国来，无咧兴哦，配合中国，伊嘛以后叫做中国啊嘛。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啊，大家讲讲的，无签字啦。等于讲，咱三个舅舅讲，啊那见老边啊，那咧分分的，分安那分分安尼啊。但战争内底上吊就是战了，不管你当时爱签一个合约，迄靠遵守就对啦。啊那无的，迄叫做战争状态中就对啦。所以你准耐心讲讲的，迄是1943吗？1945。原子弹点了8月7日，甲七九甲点了了时，一日15，日本天皇伫15宣布投降。这是1945呢，啊，苏联了时，宣布投降还无准煞，好不？啊，即马就马克思来签投降。啊，投降是台北的时哩，中南同样叫什么人呢？吼、哦，就是有四支旗啊，苏联呢，美国、英国的，甲因中国的海军旗一支啊。吼、哦，恁若看迄个图就有啊吼，伊代表远东军，恁知吼？伊蒋介石是毋是代表中华民国？是代表远东军来接收这个台湾受降而已，毋是土地要交予伊。所以日本迄阵耐心吼，都变做哪呢？我放弃，我放弃啥？放弃我的管辖权。我大家注意哦，迄、那个管有一个义务，甲一管理嘛。迄、那个管出的弹药义务还存在啊，所以讲1951年开始就是要就战合约开始，迄阵啊台你若国要成立台讨论啊，台湾甲澎湖这个定位伫对打，所以来了下2、3条来了下，美国、美国就是咱台湾主要占领国、占领国，别做乌鸡下地台呀，所以咱给咱台民众各是各一点嘛。你美国是真正占领国，唔是中华民国啊！中华民国是伊做当咧内战的内乱的时吼，无当走伊咱台湾来。啊，美国本来是讲吼，无个好意菲律宾遐啦，啊，无代无是多罕见发生啦。这罕见发生救到一只乌龟，你知无？哈、啊，迄只人在老百姓讲，迄只乌龟声，迄、那个罕见发生，伊甲美国表态讲，我就是你指望我。我要对抗共产国家，因为我有经验嘛。伊经验啥？去用帕苏招罗经验嘛。啊，这也起起来操蛋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美国那都有威吼，尤其个叫宋美龄啊，或一个少年，佮较水啊，佮伊落啊，哦，啊，落去遐讲遐国会遐话啊，去国会演讲啊，要搞外先啊，拢支持。啊，支持了先哦，咱台湾那边，那比一批来，因派军过来先哦，你嘛1949哦。迄、那个10月29，周恩来就讲啊，有向全世界讲的时候讲啥呢？讲因为国民党哦，这批积极分子啦，即老蒋因啦，已经互因离开安尼走路，离开国界啦，离开因中国的国界，跑到哪里？流亡的他国，奇怪，他国对，他国在台湾，爱讲他国。所以迄阵也是台湾，伊都毋是认定伊个啊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各位这段台的书要记咧，已经跑到他国的领土，所以事实上呢，中华民国都无存在啊。所以今仔日澳洲回来讲的是，咱台湾是也够奇怪啊嘿。而且咱迄个迄落赖清德，伊也讲的是，有咱有迄落台湾就是想要主张台湾独立者啊，对不对吼？当然目前咱个台湾民主不是要主张台湾独立，但是最起码有迄个声。赖清德了讲，说民进党来在党纲，所以到底是民进党先有，还是有这个台独
的思想先有，卖讲遐嘛。但最起码台湾有这个声嘛。结果迄几日咱无消息咯，隔差了几日呢？哦，因那边就咧发声啦，讲无咯，台湾咧争夺的时阵吼，就台湾就对啦吼，爱阮中国含中国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全人民吼来解决就对。台湾咧争夺由我全中国的人民来解决，要歹势吼。恁中国的人民都无能解决恁的中国啊，都无能解决恁领导人啊，你要解决什么人？解决咱来，恁咪先解决恁家己。就表示胡锦习近平哦，是恁选出来的，哦，安尼表示恁老百姓有迄个叫啥？迄、那个老百姓管在民嘛吼，因恁也当选到恁的领导人，嗯，安尼唔当来讲，恁的领导人袂选到，我咱台湾民互恁决定，笑死人讲对不对吼？所以是呢，到呢演变到来的时，因为如果咱今仔台湾好像啥呢？好像非洲伊索比亚。吼、哦，迄个啊，偌刀酷个囡仔，迄个妈妈抱着囡仔要食奶的时阵哦，啊，不但无奶呢，好心哭哭惨啊！吼、哦，你若看你伫场面的时哦，你又讲奇怪，啊，这囡仔人的性命无值得咱台湾只只只狗啊啦，现在只狗啊时哦，马英九做市长的时，迄只小狗啦，一个那变九千块只啦，你看我。所以有当咱想讲，人的性命可贵在哪里？啊，你的好运出世伫对，你的歹运你出世伫非洲呀，饿到大头壳。啊，所以我那想讲吼，所以咱来珍惜咱家己啦。有当咱今仔来参加谈民众为心吼，因缘际会啦。你想讲奇怪，你开始走来遮咧？你对政治也无趣味啊啦？啊，讲我唔想讲要做什么大官，那奇怪，开始来参加谈民众咧？你是用骗来的吗？各位，所以讲骗人遐个人，拢一配傲大。因呢，我哋眼睛会低啦。民进党啊，国民党也好，从事遐政治的人，因唔敢突出来，唔敢行出来。所以咱当民众咧，国民政委一个都不看，咱个人咧一个都不看。所以当咱有即个只动心。来起来是，你个在秘书长因开始要成立，我也袂加进呢。因是为无啊，直直变到有呢。因咧约国际的代志，约伫对咧，约伫米店啊呢。就米店的桌啊椅啊，伫遐讲话呢。啊，伫咧讲这个思想呢。讲咱隔壁国边啦，啊，隔壁国边啦，要有钱啊，啊，钱对来，啊，当穷的啊。所以咱到了即股穷吼，做艺术，你知影无？嘿，慢慢啊，强啊，节奏很强啊，你强啊，个别讲呢。啊，把我说大家接着这个悠闲的这个地主这来吃吼，啊来参详，大家无和咱吃，咱吃大啊收获哩。然后呢，大家叫江苏来吃讲，把咱岛民就个人美国，为什么个人美国的心咯？但是尽管要搞咱岛民政府伊是本土的，按照军山合约内底就是你美国是占哪个你的管理。你的命令，这是你的责任呐、啊。你别那来这来家，当初蒋介石是你请来，啊，歹势，今嘛呢，你还去请走呀？人讲哦，请神容易啊，上神来啊，哦，确实真正安尼啊。所以四地定点定你这来家的心哦，这好难做苦恼，你知无？所以当然民政委是该讲那呢，你来请徐文静。然后呢，还叫人来上课。为啥咧？请什么证？你代表你是本土的单人，你含家在咧？咱就像何以来的个性啊，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咯，就是本土的。但是呢，美国含中国建交的时阵吼，伊台湾关系法是啥呢 ？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来在住伫台湾这些人就对了，后啥呢？后遐中国后遐走路就对啦，迄个叫做住伫台湾这些人啊。但是呢，有九战合约内底，咱个国是本土的，所以换你判啊，本土当然无国籍，啊无唔对啊。咱即马国籍是中华民国的，迄唔是啊，迄无按照国际法来，硬敢那拗，硬敢强迫加入中华民国的啊。当初日本的时阵，伊台湾配合，
清朝挂号以后来接大家吼，来两当的时间，互恁按照国际法来两当，两当啊哪？两当内底你要适应，你开来选择，你要做我大清帝国一个的清民，还是要做我大日本帝国的皇民？人按照国际法咯，迄战争的落来呢？结果呢，两当后，日本过来问讲来。两当过啊，恁胜利安怎？恁要做大清帝国的人，恁会使呐战胜，而且佫欢迎恁等于中国也按无着带你遮。结果4000几个要做大清帝国的清民就对了吼，国民呐。所以各位，恁若咧请西门庆，咧请日本时代天本哦，恁若请着讲奇怪，啊，开恁阿公。开始变着变迄个花轿啊！恁老穿着这吼，恁要惊吓？迄个是恁的祖先的时阵哦，当初无爱做大日本帝国的皇民，要阁继续做大清帝国的清民就对啦。所以迄个来，你来穿有的是迄个叫做花轿啦。哦，韩志柏因咧讲花轿无那肖像哦，所以各位。就是因来个来是无征求咱的同意，拢改做中华民国的国民。所以咱即摆过一了身呢，变怎？发身份证啊？有咱本土大人无迄落的身份证啊，无国籍啊，我都发一个台湾身份证。所以咱的身份证，是美国印的呢。各位大爱心哦，遐一块叛军以前啊，伫咱即来遮，吼有受过训的，你也要注意台湾独立呗。派美国的时候，赶第一台啊，搁要呛声，要台湾独立呗，害咱哈马的美国把咱牵涉掉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好在其中的人有人无爱虾米夹棍，总管先坐飞机倒转来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遐敢定掉这批人，我讲啊，因这批人哦，永远袂超生啦。美国遐点油自己号的旧年四月那个时啊，华府台独事件，所以各位大家真清楚滴个心哦。下晡有一个某一个江苏的时候讲有1000人去做啥？迄唔是，迄一干人呐、啊，迄一干你看到1000呐、啊，哦，一干有无？就一挂人一干人，你讲过1000人，我听到我要唬你哦。好，那就遐人的时阵哦，老实讲，阮依然不爱用遐时间哦，浪费遐时间呐。因用的山寨版呢？讲清洁芯片300块诶，拜托诶，迄300块伫台湾印诶，也无晶片诶。恁各位在座即个只，要有三人无清洁芯片诶无？请举手。你阿无？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。我讲，恁来阿未相信去国州来滴清洁芯片？即个芯片就是代表400几年来咱有正港诶性能，而咱美国甲你肯定诶。所以咱有这交1000块，这美国规定诶，毋是咱家己要自我规定诶。因遐300块甲恁混淆，伊毋免请日本时代天本，就现出是中华民国迄个要伊个亮相啊！啊，甲恁在，我讲下来，我提交各位看一下啦。就这吼，我本来是拍摄迄落讲迄落吼，我各位看一下哈。哦，咱。因为这张咱的啦吼，有请的拢知影。后壁有晶片，恁看无？后壁有晶片，即摆日本、美国拢足好用，有晶片。但是咱真也袂当出国，咱要出国啊啦，来请迄个旅游证件 （travel document） 吼，较慢会有咱请，就摕这张去请。无咱要出国的时候，目前个咱呢，伊中华民国个是美国个承认的管理当局啊。伊这管理当局的时喏，伊个 passport 迄个 passport 吼，是因为中华民国一直安尼来来，从中华伫日立讲挂出来了后，继续延长啊，大家讲其实迄是难民用的 passport 啦。但是美国伊阵来时喏，伊个通知联邦落个承认证，吼啊，所以咱出国用一张，但是呢，你来日本甲美国了，用这张买国内线出来拢 OK 了，对啦。包括日票要换做迄落美金冲上，拢 OK 啦。但你啊，中华民国一张是日本袂用是，阮旧年用阮的市着啊。哦，这张也比较精品的，而且
咱这个下骹遮你要看吼，迄有咱的密码伫遐。你若侧面看吼，有十二道咱台湾的金牌伫内底，十二道台湾金牌伫内底，迄个防伪系统，吼，即美国广播迄边找公司特别替咱做的。所以在外口有咧讲，哦，啊，咱遐贵开一千个，啊，人个三百个尔，你敢当作说是中国香菇呢啊？啊，对不对？我讲吼，这张就是山寨版的啦，后壁含咱写肖像啦，吼、哦，经过什么国际公法、万公公法，写下一大堆拢含咱为了。但是呢，你也看无，后壁登些乌音啦，无晶片啦，有效无？100%无效嘛？你看头前这来只，这是成玩具的。我讲迄个家乐福哦，大乐吼、哦，我专门借着这啦。啊，所以各位唔能讲用混淆伊。那摕这张，不如摕中华民国目前还可以用一。啊，这张呢，要摕对用，要加定地啊。啊，我为啥物这张你知影无？就这个人因遐个八卦，这个伫空中大学也上课的时阵吼。含我迄、那个我南部宣达团嘛，伫三皇宫的杜秋平吼，遐有一个咱插美国旗啊遐，我南宣团的同胞伫遐，我拜甲拜五，有哪拢伫遐，啊拜了你白龙天，咱中央啊。结果有阮的空中大学吼，因遐遐拢爱读册啊，下晡四点有哪拢来去了读册吼，拄着即个啦，啊其中有一个就甲招伊讲迄个集团呐，什么台湾政府上面我各位吼都叫人请啦。哦，爱唔知影呢，因为爱台湾呢，台湾的心大拢有啊，啊，但是唔着方向伊啊。你看，爱着伊请呢，请者出来时咯，用你有心情啊，我若有呢，好、哦，爱着必讲，啊，该要讲啊。你这也无晶片，我着晶片呢啊。哦，啊，为啥呢？大家讲讲，伊讲啊，捌一个蔡财员，就是我的名吼，安尼，伊拢走去找我啦。啊，找我，我也讲，哎呦，啊，你用便宜啊。这后壁乌因啊，这个是要创啥货啦？对不对？咱这晶片内底是咱的资料呢。那因为咱的旅游证啊，清出来了后，是美国通知讲，咱的旅游证视同美国护照。你若过各国的时候，那刷的资料就出来。哎，这都无啊，这无资料啊。我讲你用骗你啊啦！吼、哦，伊个关键，伊讲介绍五个呢。我系啊，介绍五个拢300块对，哎，300块替人出啦。还有一个倒转来，我遐穿吼，一个了1500块啦。但是讲吼，穿五百斤了来甘愿啦。所以各位知影吼，类似的这种诶，伊叫单人身份证，有美国企业即100%好销。我正正安尼讲，所以甚至台北有人阿讲个单人身份证诶，迄个无效啊，就美国都无承认嘛。主任啊，即乃美国叫人讲个哟，你爱穿这是安那呢？像日本时代的天本，诶，奇怪，美国哪会知呀？咱家己都唔知呢。但美国足清楚啊，全世界最好就资料，日本时代做了上好。恁过去来请看卖，用毛笔字写，迄阵啊无电脑，毛笔字写，甲即两个老嘞。美国唔惊伊个毁掉伊啦，老少美国伊老存了迄个啥，有伊个答案嘞。伊唔惊恁中国变鬼吼。迄落毁掉伊啦，所以各位，迄种绝对有诶。那无是要刁难，你也讲哦，我这大民众要用诶哦。因即卖国民党知影吼，拢讲啊，你要抢劫要创啥货？诶，头下遐负责员唔知影，结果伊拢来偷工啊。啊，内政部吼，讲一定关来登记问讲，要创啥物用诶？因要统计啦。为虾米呢？因若知咱偌济人抢吼，因报我宽裕金啦。你若清愈慢哦，哎，步啊慢慢宽啊，你知影吼、哦，就宽愈济啊。所以即摆油电双涨，上面的公家机关在捞钱啊。伊知影咱速度慢啊，哎慢啊那呢，就叫这批人出来敢关啊，讲伊这也身份证啊。安尼老百姓真济搞袂清楚，真啊搞袂清楚，啊这较俗了啊，迄成了买迄个中国的蒜头啦，啊较俗了啊，迄个袂芳袂价值啦。所以就是安尼甲恁比，所以国民党比啊，有迄个何正硕，含我较熟识。伊讲内政部甲因讲的，啊，你著凊彩讲讲了。我安尼，我要抢啥？要分财产啦。哦，啊，就写分财产。你若甲写啥哦，伊就写啥。你看你无管理啊，伊知影这吼，听命于事了。你内政部交代就对吼。所以各位，
用这个机会的时阵吼，煞讲一点啊，讲以后恁在外口拄到人讲，哎、欸，咱三百尔呢，拜托，两三百要合理的上顶的，100%袂用钱。但是咱呢，咱这张100%会用钱，吼、哦，各位，还袂请的人，光你请。美国讲奇怪，要叫恁做本土的单人，遐困难。啊，无多啊，社会环境即个氛围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即个出来讲，啊，你要创啥？要劳健保免吗？还是要有什么优惠吗？哇，咱即马讲讲，咱监管也无计着，是不算优惠。但是即张就是咱的保险符。万一有哪安怎台湾有变化的时呢？美国咱保护有咱本土单人。咱是美国管理咱个人啊，这点恁大家确信？美国是公法的三权分立的哦。恁来看网络，你也拍来看嘛。咱内底有编号，咱个一信、二信、甲罪恶犯的编号拢有。恁的养育事先啊，捌电脑，恁去拍来看嘛。咱不是搞笑，美国的是有经过咱过了的时候，伫2010年的时候，咱开始人民政府就想起来，伊拢按照。美国伊法律改讲，因一步一步咧行咧，你拢看无吗？今日美军来入来，即个人正式讲，真正美军就按照咱入来啊。美军无要入来，为什么来哦？两万平呀？你管你加工，迄地下室三楼政策造成呢？为什么需要大树工程伫即个台湾即个所在？而且建立怎样？全亚洲上大的军事指挥中心就是伫咱内湖，配合新的乐山迄粒，迄粒留到5000公里远哦。美国伫全世界做四粒啦，咱台湾一粒伫新竹咧啦，日本伫鹿儿岛遐啦，搁伫澳大利亚一粒，搁伫英国一粒，四粒，拢合咱即个大型，拢共型就对啦。美国为什么需要呢？搁就讲较实在是。阮高雄高雄老在地高雄，你看翠花路，伫遮阳古车道对面一个美国学校，伊增建明年1月完成，分 A 栋甲 B 栋，为虾米增建扩建？就是表示美军有加消费出来，啊，高雄啥有租地嘛，啊，租地来读书嘛。最近在想，美国若无去买只台湾的时候，按照军人和咱阿哥呢，有需要呢吗？遐要起有啥人住？各位咧，你若到高雄，你就伫开车一看就知影，明年1月完成。为什么需要遐尼大？啊，个填埋那是啊。所以咧，英文啊，这叫做长留之计啦。美军伫这里面三两当官的伊拉克拍拍，我部队就走啊，唔免啦，我唔免伫遐起效，我唔免做，我有只大赛冠佬啊。但美国伫这里只伊建立基地，佮起效好。安尼你就知影，美军伫这里说，唔是三当两当的离开。所以台湾的时候，未来新的局面呢，新的时代要来临，有一个变化。这个变化，反正恁才看无，但是呢，唔免阁一两个月、两三个月，恁绝对着看有。从这个中华民国60几年来，这个根定了真硬，迄、那个大树头真硬啦。你若要怪兽去啊，挽这大树头吼，你若无注意这啦、個，不但挽无起来，你怪兽都乌伊呢。啊，所以美国要安怎知呢？要挽大树头，各位老咧晒迄个怪兽咧知吼？为啥呢？为了根生炸，迄、那个树头根生炸炸了，然后怪兽一个杀起来，间隔你不管几两树啊，几百栋的根啊，花落起来，落起来了。美国安尼做无？有。你看军人内底吼，你莫讲去年的红中秋案啊。其实你若要讲美国讲利用这个机会，是吧？切切个军事审判免啦，啊，年金总部拢收起，啊，所有六海空军即个只虽然部落免用指挥官了啊，迄个是咧炸遐紧啦。一个国家如果若无军，还是要算啥？保台湾要靠遐吗？唔是，美国即个含啦，台湾交只一半，你袂当阿飞过来。你唔是靠国民党迄个军队讲哦，你中国咧，你袂使飞过来啊？唔是，美国即个含，你袂使飞过台湾中迄落迄落台湾海峡中线。啊，所以你军队伫咧检，美国咧，日本咧是，也是讲迄落即马中国讲，
嗯，啊，台湾即摆军队都无啊，无军事审判表示军队啊。啊，两岸讲直直咧减嘛，啥物要征兵无征兵啊，要募兵啊，募无三只鸟。嗯，啊，这军队是要生产的，我两手拍过来啊，有可能吗？美国会当点点火焰讲来拍台湾吗？所以即摆中国的心吼，因来转弯啊，迄真厉害吼。我武的我多，哎，我文的来啊，我钱嘛钱多多啊。我用一个买修理啦，所以台湾人的心哦，爱做一个贪修理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国内底啥物宗教内底啦，国庙宇啦，国会啦，创咩？招招讲来哦，来一边哦，磕娘哦，来一边磕祖，来一边拜什么？有你遐遐什么关公啦、妈祖、台湾拢是为迄边过来哦，啊，拜迄边都无神啊，拢伫咱台湾咧拜啊，对不对？今仔你有通简大公来哦，我迄边迄落恁是为遐过来哦。因那边是无信任的嘛，啊！这个通钱，啊，作者别物来要负责人啊，一点点啊，就来旅游哦。一减一个，啊，无那减少个，吼，啊，就少少的那边过一边，迄种互玩弄一样嘛。迄人迄个通钱啦，迄个宗教通钱。那如果伊有相信神的心，有些那神拢走走的，迄个万神啦，拢走咱台湾，所以咱台湾是一个万教之所。讲起咱台湾的心哦，你会当有信心就对。未来全世界的光为咱台湾发出去，有说万教在咱家，你不管全世界所有信仰的教，包括咱台湾本身生出迄个教啊。哎，即马我做过迄个宗教友会的咨询员，我知影。吼、哦，台湾即马二十二个合法的宗教，你知影无？较早一贯都叫阿能教。迄是非法的，怎么？哎，到尾来猛合法的啊！啊，天地教、地母教，迄拢是啦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属咱台湾所以安尼呢？不管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，吼、哦，还是佛教、道教、天地教、地母教，拢总是啦。什么教？干啦，睡觉不是娘娘啦，什么教都是啦。所以台湾那是变得安尼来的时阵吼、哦，所以万教拢伫台湾，万教一宗啦。所以中国要来台湾的时候，把这个不公不义的中华民国离开台湾了后，咱大家有信心，咱的台湾绝对在哪呢？建立一个真好、真和谐、真富庶的一个，别讲国家啦，的地区也好啦。因为咱即摆消息，咱美占，但是咱日俗。为什么日俗是有人讲啊？我都无欢喜做日本人，那有啥物叫你做日本人？你那是台湾人啊。但是因为这个。法律关系、法律的关系，咱是讲人哦，啊，爸母生成的啊，咱这生来就安尼啊，啊，家生到遐歹了，啊，无大爸母生成的啊。今日台湾就是安尼啊，你讲啊，我是安尼，较还阁日俗啊，啊，无大，这法律就变安尼啊。日出大前的心，大日本帝国宣布投降的心，把台湾配合，伊安那管一管，管人管的是用优势啦。不如果咱的心哦，咱的拥护是啥物啊？是美国啊？啊因呢？原来都搞好些拥护啦，啊中华民国啦，啊这拥护糟蹋咱啦，来欺负咱啦，凌迟咱啦。所以咱即个只过过美国心哦，原来是你是有啥物搞这中华民国哩啊？所以时局的转变，伊咧衰竭咯，因咧搞啊，这马英九的心哦，可以做个些多呐，多八啊倍啊。国民，你有看无？所谓弊端拢直直出来，比阿扁以前较严重啊！阿扁迄阵是为制造出来呢，啊，这批咪制造的呢？所以党禁军特务法律拢因开的啊！因为啥要报应起来？抗袂掉嘛！时机已经来啊！好多百姓大家已经知影是了，关你骂你通知就是安尼啊！所以各位，大家绝对有信心。还有一段时间吼，我讲，迄个白色之恋吼，哦，即马讲的哦，哦，迄时间都无吼，伊看咱还剩十外分吼，我简单讲下先哦。迄个挂哦，迄个大日本的心哦，迄阵啊，藤井雄啊，就伫咧台北吼，好比赛，嚯，先来看挂日本，你不承认啊？承认台湾民主国了，这是咱台湾的亚洲第一个。民主国三星的，但是呢，寿命几十年啊，伊就去走路啊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机啊呢？因为伊要个侵犯中国。晚清的时呢，叫龙兄虎弟啊。龙兄就是中国那边龙兄，
啊，这边好地啊，你知吼？啊，所以就是呢，落这个机啊，还保留。即马这个机啊吼，变国宝级，唔知走去对，我唔知啊。早期我囡仔时阵吼，我有听讲伫李万基遐啦，吼啊，伫断掉掉，到尾这个机啊，唔知转来转去，转到伊啊吼。吼，咱即马讲吼，关注台湾蒋介石时代、蒋经国时代吼，即讲来热热长啦，吼。但恁咧小知影是讲这个时代啦，蒋介石是我恐有的，因中讲四月，四十九年有无？四十九年的时吼，伊就拢积极来台湾即来遮，就走路就对啦。挨日了，迄阵就戒严，就是啦。啊，在迄个蒋介石、蒋经国时代，你看吼，哦，这张是啥呢？这张的时吼，是我迄阵啊，迄个走去联合国抗争啊，来，联合国抗争啊，讲在咧做触壁就对啦。阮阵啊是招招迄个，迄阵我出来啊，啊出来是哦，这个吼，这个是我啦吼，啊招联合国抗争啦，抗争啥人呢？中国大使馆，阮中国大使馆我五个代表，阮其中一个吼，是吼，遐中国大迄个拢走了了，然后一个美国迄个乌身的吼，迄个门的哦接完啦，啊，阮的迄个抗议书给伊啦，吼，伊讲好要去遐大使，我即马回想吼，咱有够戆的呢。啊！恁是甲中国咧控制啥货咧？啊呀，和咱也无关系啊啦！哦，即马愈想呀，愈懊恼就对啦。哦，我来，因为咱白手即种知影是哦，即个就是建立看守吼，阮伫啊这边洗衫，吼啊顶悬咧带下骹烘干机，这边咧迄个咧做衫裤，啊我阵啊伫遮做衫裤。所以我做衫裤中间的时候，都附了啥呢？迄个挖针，挖针呢，金币总部去毛五万领，迄个俘虏咧穿的衫裤，吼，同个像咱咧青年装迄啦吼，啊个五万套的网打，五万套的网打拢经过我的手啦，因为我负责一台迄个叫做相针的，吼，伫这个所在啦，啊那下晡时啊，营营就出来遮拍球啦。我伫遐做，往做做甲会当吼，价钱等于吼，阮妈妈医病啦。所以啊，你咧坐落时阵啊，啊，我坐落来咧做工啊。我做工，但是要紧呢，这钱吼，各分百下面呢。假定咱若赚一千块吼，做一千块的迄落吼，伊爱两百五块咱啊。结果呢，拢一百块给咱尔。迄百五块伊敢怀疑啊？啊，即咱出来较知影呢，伫内底吼，老少你伫内底知影，你也毋敢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吼。出来了，知影做些代志，啊，很无奈啊！你常常分析个歹呢，六个人食一盆仔菜呢，拢输咱只个华人会就对啦。吼、哦，这有机会当讲啦。吼、哦，来，这张相片，这我少年的时候无，这恁大爱知影吼，迄个广播伫新店的干案吼，这张全世界干，这张尔啦，这张我偷翕的啦。因为阵啊，我伫遮了吼，佮调过遮洗衫下骹洗衫工厂啦。啊，阮伫另外一个烘衣工厂伫下骹，我拜托一个洗衫外口师傅，你知影无？讲师啊，安讲你有机会来甲翕一张相啊？伊讲好啊，好，隔日随摕相机来吼，爬去楼顶遮翕啦。来各位，这隔壁就是较早咧，即卖吼，即卖迄个婚姻馆长苏迪芬，因爸爸。叫苏东克，你知吼？后尾阵选馆长的时阵哦，选无到，我人出来含后尾一年海军陆战队吼，买起来个革命的、革命的，就是苏东克伊阵管理者。佮过来即个家吼，家就是啥呢？即个第一栋即个家啦，你看那曾家副司令啦，大家有印象无？哦，赵子华迄个副司令啊。啊，苏联什么人？蒋纬国，啊，伊做副司令。迄副司令吼，阮伫内底吼，迄听来我爱笑，你知影无？伊即马就是讲吼，战车开来吼，就要拉一个台北啦。结果呢，伊要学蒋介石吼，叫做师师白话，你会记无？好，伫咧苏联台吼，讲甲嘴甲全人破，啊甲哎甲出动安尼啦，伊也要学安尼啦。总伫迄个增加迄个苏联台吼。底下讲讲了先吼，我多些辅导官吼，总有下边来吼，有下底层啦，抽起来拢压力啦，所以失败的。
失败心哦，或者以前啊，好像话紧张呢，咱外口都唔知啊吼，足紧张诶，包手叫个下令，必要时把台北就规拢炸掉，你知无？官兵拢出动啊，结果是伊唔是要反老蒋诶，是要反遐老贼，哎、欸、吼，遐万年国会遐老贼就对啦。所以好在啊，无个判死刑，就这个，哦，这个副司令，佫过呢，这个马先锋啊，立法委员。伊安那呢？直直欢迎哦，建议啥呢？较早迄个三国时有个飞雷斩马谡，好不好？就四十万大军的时阵哦，迄个倒转来，刚才迄个马谡走倒转来啊，迄个左边消灭你啊。迄个孔明讲：“啊，你家己人走倒转来，吼、哦，总起个目屎流来斩，就飞雷斩马谡啦。”当迄个是单行啊，伫东北的时五十万大军无伊家走倒来的时阵哦。就这立法委员提案呐、啊，吼、哦、用飞雷斩马谡这句来讲哦，飞雷斩丹城以谢国人呐、啊，哇，这个案不但无迄落心吼，个老蒋拢抓伊呢，啊，所以你也知道丹城甲迄个蒋介石关系吼、哦，我就不便公开啦，足亲密的关系啦，所以一个一句话 A A 啊，尔也无什么军事人才，奇怪竟然爱心吼。拢好，蒋介石也保掉咧。这另外有机会那讲啦吼。就迄个马先锋到尾时喏，无甲判迄个两个月一个一押，两个月一押。啊，到时喏，就1975年老蒋会翘起，迄阵都甲放出去啊吼。迄、那个立委就对啦。哦，来个过一边雷震啊，第一个头条雷震，雷震大家知影嘛？伫个迄个自由中国半夜看的写《反攻无望论》呢。哦，这个啦，啊，所以雷震了，看一下，所以这张吼、哦、真可贵吼、哦，难能可贵啦。刚这张尔，无找第二张个啦。我了解美国去参加画拍，画拍的时吼、哦，这是荷兰籍的，哦，做迄个总干事吼、哦，做真久啊，哦，画拍恁就知影嘛。伫咱台湾人伫迄、那个伫美国真有影响力的，有遮拢教授学者。哦，按组织者为咱台湾的公共事务会就对啦，有啥物了对咱台湾发声？因为我知影吼，两项真重要的代志，一项武器的代志的时候，中共迄阵在咧抗议吼，到尾是美国想要停起来，但是法派人出面讲，讲你卖武器毋是卖予中华民国，你武器是咧保护咱台湾甲台湾老百姓。欸，美国遐想要有道理咧，吼、哦，所以袂使啦，停止卖是，所以武器个继续。另外，这本来是移民啦，在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甲台湾的时吼，做一个地区，一当会当移民两万啦，两万人啦。咱话白讲，中国是中国，台湾是台湾，咱会使含只夹夹做伙，好啊，用足侪理由甲足侪证据也证明，到外美国改变，中国甲香港、澳门两万，台湾单独两万，而就是话白吼。所以讲啊，而且我去参加北京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北京的时吼，含迄、那个。迄个处长吼，做翕相个咧。哦，即我伫乌罗啦，伫迄个绿岛迄带遐啦，吼、哦。即无啥物计，啊去读册时吼，伫美国，即个吼，法政司法这吼，佮一个江苏啦，就是因边边女性个江苏，迄、那个波多要关伊啥个咧？含迄个苏联解体了，吼、哦，苏联解体个叫啥名？因大讲是外星人啦，迄、那个做食饭啦。哦，所以我伫美国迄个就，我只走去加拿大招待记者会，哦，我将这主持人我招待记者会，所以我讲来，因为还有五分钟时间啦吼，那是讲干呐，白色主任的心吼，有机会我若讲的心吼，伫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心吼，发生偌济迄种安那呢，互你听起来流目屎。爱对心肝会足唔甘心诶！我恁台湾人遐那单纯，那拄着即辈成讨厌诶人，无当作家己是家己诶同胞。日本管咱诶心哦，你若犯错吼，要讲卡声了吼，你若犯着因个法啦，关三十迄落二九天，各位恁在座，二十九天啊，毋是二十九天啊，二九天无超过一个月就对啦。有日本人发低。所以是，阮细汉咧困的时候，门口埕拍开，也无擦啦，无虾米货。倒伫门口埕时喏，草席啊、厝咧、衣料啊、用咧吼，看天啊，
好，会当说这什么青，这特别金青，什么青拢看有啊？哎，即摆你甲倒看嘛，讲，迄厝内你若无是剃汤就煞该挂呀。那时代无共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咱就慢慢恢复。就咱台湾本来是喏，这个遐好的民族性，拢宽容人，下山的宽容人，而这个遐好的这个优良的民族性的心咯，都即批教歹啊！你各位知影？阿扁还是算到的时阵吼，我叫着彭教授去三楼办公室甲讲哦，关于处理东山接这个民意吼。与东山的处理的时候，对反东山移民啦，老百姓怕破啊。第二点是国民党老婆东山哦，伊选举就无钱行无路啊，安尼就倒打，你也无国民党啊。结果阿扁安怎讲，你知无？啊，咱就要算着啊，咱也有北长啊。各位，就是标准咱台湾人的意思咯。所以我听到这个心咯，今仔日底下坐咧路，坐甲行路安尼，手安尼摆摆啊，啊硬要关咧。一心不仁，咱敢管会落手吗？今仔我一个中国人的心哦，嘛全世界都抗议啊！啊，恁台湾人比安尼，你犯着滔天大罪吗？都唔是要凌迟啦！去年六月十九的时候，我本来心哦，要个接见啦，结果办公室主任的心哦，突然间通电话讲，嗯，有一个立委要去哦，我的时间先留予伊啦，啊，佮另外排时间啦，我安尼也好啊。你不可能重要代志迄款啊！啊，其实你也唔是啊，拢是要接过，要做事，要回加持。啊，咱唔是啊，咱唔是咧选举啊，我是要甲讲啊，借落经验，因为我单独办的时候，卡靠手铐，我哪会伫伫咧生存落来？我袂当接电，我袂当写批，袂当能讲话，连续半冬卡靠手铐，食饭食就拔起来，食饱了佫用起来。恁的想，结果卡手铐变来洗身躯啊！因为无叫来表演来，我来表演恁看。迄个我就知阿扁阿新吼绝对有问题，所以我要教，要教安怎呢？要那是家己单独办阿新吼，挑心整用，伊个药都卖假。因为我就看了拿破仑传有无？拿破仑传另外传外传，内底有写着拿破仑的心咯。以后去验呢，伊是圣赫勒那岛死的心，咱去验啊呢有砒霜。头毛砒霜，迄、那个长时间掠头啊，连滚的人家头啊，所以拿破仑迄阵身体勇健健，袂堪得个砒霜，当然甲袂拢翘起啊。所以后壁讲我政治内底，当第一家讲伊有咧食啥物咯，脑神经药啊，困袂起我啊，系啊，即你食的药啊吼，都要用迄个脑神经甲顶下你要挪死你，你要出来是好完全，但是头壳挪死你，我得赶紧你买一个公安的啦，无伊哦，即个。命呀，伊个命呀！迄阵我是要讲哦，我唔是要你买你个光环，唔是要你加持，我是要讲是你个咧，你尽早早时啊、暗时啊，利用啥大自然之气跟人的气啊，要天人合一啊，来改善咱身体啊。因为我本人有这个经验，要甲伊讲这啦。无要讲一个立位比咱较大，时间拢有加密，所以这个是人有运个命。所以各位今仔日你来参加谈面就，不管你看网络也好，朋友亲戚同学介绍也好，总是恁有这个机缘啦，千峰难在机缘。因为时代要变动，我较早是元朗路坐几十栋的啦，国民党五我十五栋，民进党五我二三十栋，有创啥的无？咱今日街路拢空整啦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货架，暗光已经大条啦，有无？无，结果咱的隔壁。迄、那个隔壁真个敢讲哦，咱是伊个啦。阿爸今日敢讲这个讲，咱是伊个啦。啊，咱伊个就变伊个，所以这个无合理，你知无？所以今日在这个法律的时候，最清楚的是，台湾是咱当作的，但是呢，啊，法律了呢，法律的美军占领，美军占领又绝对管理，通来处置咱台湾的命运，所以咱台湾政府就接受美国政府。你著请身份证来上课，为啥咱上课咧翕相拢寄美国？伊看你著作假无嘛？你著假包无嘛？你著人头的无啊？美国是足踏实的，正讲今仔伊美国强是有个道理。因为啥物信用真重要？你若伫美国信用破产，你著无人生活。
但你的信用好的心咯，这个卡心咯，拢由天下就对啦。你出人拢会当，所有拢电气化。为什么？伊重视你的信用。虽然台湾今仔日为什么爱千里迢迢的在来上课？嗯，啊，无在台南遐落啊，找些所在来上课啊，啊，你袂使啊？为什么呢？伊个卖讲江苏的问题啦，而且设备咱现场做的传播，美国遐拢在看，到底你这人有真有假无？我从迄个看到来呢，民进党啊、国民党也好，若要选举的，拢叫一挂人头的无？吼，伊若讲讲你这人头的啊，会当证明讲咱有一届哦，高级班哦，几落百个来上课哦，我害啊，坐袂落啊，迄边啊，甲接来只分个教室咧上课啊，美国虽讲袂使啊。咱那边有视讯，咱家家咧上课，那边有视讯啊，五楼那边呀，美国都袂使。来了视讯，你单纯的视讯好啊，啊，个个走一下，哎，有道理呢。要视讯来单纯电脑开着，爱来上课啊，对不对？袂使，一定爱亲身来到场。所以到尾也是美国讲安无呢？吼、哦，你的江苏家讲了，走过那边讲，那边讲了，到尾家讲交叉就对啦。哎，你讲个时间来完成，所以美国真重视这呢。所以各位大家唔通讲，听见讲好啊，有够麻烦呢。坐车啊，来个搬车，个来装啥，啊咧架大，也毋是足方便的。歹势，这无多。伫即个呢，咱家是革命的摇篮呐。我今日只讲的时吼，全世界拢有听伊啊。我咧证明啥呢？有一届时吼，巴西啊，突然间敲电话，巴西啦，我看哎，电话开十外号啊。结果讲伊是巴西，伊咱的同乡啦，离开咱台湾三四十冬啊啦。又听到我咧讲课，啊，你听了讲课，你就听咧网络啦。所以咱这是随网络听的，伊就巴西。伊讲你讲了真好，就是为了台湾台拍拼，我伫海外时吼，阿咩？但是建议一点啦，伊讲啥呢？你甲秘书长讲，讲吼，咱的政策内底吼，十八岁以上的吼，啊，一人一间厝啦。伊讲真好啦，但是呢，伊讲你甲秘书长建议讲啥呢？迄一间厝吼。啊，也讲道呢，较好伊啦。我系啊，他会讲安尼啦。然后隔礼拜我阁上课的时阵吼，阁上课，我利用迄个空中对话，吼、哦，我讲巴西的死神呢，我即马直接咧讲课时，你也注意听一点吼、哦。因为咱所有道人啊，讲道话吼，唔是咱即马咧讲即个话叫正道话尔尔。原住民伫遮伊讲迄个是讲伊道话呢。客人咧讲的是客家人讲，伊讲那是台湾话呢。唯一咱的区别是讲北京语啊，唔是台湾话以外，咱真无人个定义讲你讲这是正台湾话啦。所以我语言是哪呢？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啊，桥梁，感情的桥梁，透过咱的对话讲话啦。所以今仔日你主调这真好，但你有台湾意识，但你唔能忽视讲。讲起了咱这个话，以外遐个人就不是台湾话了。所以以后这台湾话，免啦做着国语，也免做着日语，甲英语做咱国语以后的代志。但最起码咱目前讲话会通，安尼好啊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巴西咱这个乡亲啊，谅解这点，因为讲台湾话，不是咱即卖讲起了叫正台湾话尔，哎，伊同意啊，伊同意。我说各位，所以我今仔日用这个机会先吼，你唔能。小看讲，咱今日教堂俩，咱今日伊所讲的即个只，伫全世界拢知恁有来上课，是穿头无点名，恁无好呢啦。但咱咧翕起个时呢，是全世界，所以台珍惜这点。恁今日开始咱进来时呢，但恁得到的绝对是比你外口伫国民党内咧十年教育搁较好就对啦。咱伫外口所接受的，咱的历史被扭曲，是歪曲。来今日好啊，再有台民政府咱。美国这条，但这条会当救咱台湾的路人，其他拢好笑就对啦。咱伫民进党咧几十党，我伫海外参加台独联盟，来主张咱台湾独立，有效无？但迄阵唔知法律，找无咱读讲哦，叫做《旧金山合约》，内底规定美国是啥个只占领国，而且佮原来日本是放弃管理，伊要放弃义务，所以当大日本帝国的皇帝伊的权力。伊先跳起来，阿斯宾的伊要用先跳起来。那美国这个最近那个崩了了，就大日本帝国皇帝伊个恢复伊个权力了，台湾日本伊个正式讲，台湾日本也是我大日本帝国的，所以给咱期待，台咱乡亲
三甲互相勉励。阮早期要达到目的地吼，坐慢车啦，慢慢哭啦。但你今仔日呢，坐快车，吼，三两个就到啊。所以呢，祝贺咱为了对啦，表恁的机缘，咱在咧听教的时阵咯，啊咧闻道无先后啦。所以今仔日恁有这个机缘的心咯，恁绝对来报效。好啊，珍惜今仔日台湾民主的心咯，会带予咱所有台湾走出一条新的路出来。因为这古路咱未通啊嘛，拢着死巷来，西行叫死巷的对啦吼，拢行入去啊。但今仔是咱台湾民主走入康庄大道，要祝各位来身体健康。啊，各位同心，我这里要宣布，等一下分组讨论的地方哈，都在前面那一栋大楼哈，高雄州五楼教室的前半段，就是白板那边，高雄州五楼教室前半段，台中、台南在五楼教室的中段，台中州、台南州在五楼教室中段，新竹州在五楼教室的后半段，新竹州在五楼教室后半段，宜兰州在会议室，就是你们填资料的那一间，宜兰州在会议室。台北州在咖啡厅，台北州在咖啡厅。好，如果有不清楚的再来问我。第二教室那边在考试哈，所以麻烦你们安静的从旁边、从外面那边进去一楼。啊，你们私人的东西记得要拿走哈，课本放桌上没关系。好，私人的东西记得要拿走，这边等一下会锁起来。